大家好，我是秀秀这一光，非常感谢，这个是一个奇迹粉丝寄修的 OPPO R9 啊，然后这个我们它这个是主板不开机的啊，然后我们准备检测一下，好，我们先把主板拿下来啊，它这个主板我大体检测了一下啊，是小电流不开机，我们再看一下啊，拍个视频看一下，把这个时针表拿过来啊，准备上电，好，我们刻好电源线啊，刻好了，主板是不漏电的，漏电的。那这两个是开机键啊，转接一下。我们看到了，它这指针摆了一下，大概电流42毫安。我们转接一下，它的电流跳到42毫安啊，我们可以看到。然后松手它就归零啊。大体间观察了一下，它这个有轻微的进水的痕迹啊，我们看到它这个座子这里这边都断了一点，都坏了一点点，但那个应该不影响啊，不影响。然后我们看到这里这个位置啊。这个位置有腐蚀的痕迹啊，还有这个这两个电容上也是有腐蚀发黑的痕迹。好，这个我们接下来就准备维修一下啊，修好了再给你们发视频啊，双击关注下个视频见。